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围棋节目，我是杨爽，我是金鹏，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第七届应世杯世界围棋锦标赛五番棋决赛的第四盘棋，由中国的范廷钰三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那前三盘棋是范廷钰暂时领先，以2-1领先，对，也就是再赢一盘就获得了这个应世杯的冠军。对，应该说这盘棋已经是赛点了，所以对于双方来说，从心理上这个要比前几盘棋的压力要大很多。那您觉得谁压力比较大一点？我想双方都很渴望这个世界冠军，因为应世杯呢，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围棋当中的像奥运会一样的级别的这样的冠军，四年才举办一次。虽然说第七届，但是它其实已经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比赛，而且冠军奖金是高达40万美金。对于双方来说，我想压力都非常大，都非常渴望这个冠军。但是对于小范来说呢，他范廷钰来说，他如果获胜的话，他不仅能够拿到这个奖金，而且还可以直升到九段。这个双重奖励啊。所以有句话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我们期待这个范廷钰这盘棋能够成为真正的勇士啊。那朴廷桓来说也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今天要抓不住那可能就输了。对，所以说双方看看在这个关键的战役当中谁发挥的更为出色一些。前三盘棋啊都是这个白棋，幸运的白棋获胜啊。对，那看今天这个小范啊能不能打破这个规律啊。这盘棋是范廷钰之黑。对，他是黑棋。对，那白棋也是星位。星位。星位。他是走的这里。他今天呢我估计是想换个心情。这个角站的是自己下面的角应该说。对方也是对方的这个右下角。我们说黑棋一般呢，围棋当中有一个礼节，就是说黑棋尽量呢下在自己的右上角，这样把方便于白棋的这个左下角留给白棋。那我想白棋也是遵循这个礼节了，把方便黑棋的这个左下角留给黑棋了。那就是。也可能是想换一换啊，想换换风水啊。双方应该说都走成了这个星小木布局。对。那黑棋先来挂。白棋走简单的脱退。那实战呢，黑棋就选择了稳健的这个扳。对。如果继续定势的话，一个是虎或者是粘。实战呢范廷钰他是选择了脱先。他是先看看我挂你一下看你走什么。那实战白棋是老实的小飞一个。对。那这个时候黑棋也可以选择在这一带这个走定势的下法虎啊。过去我们好像都是这么走的。因为这个交换以后啊没有给白棋留着很好的逼所以他先挂一下。但现在这个围棋的这个布局理论呢总是在这个前进啊，在研究新的下法。实战当中黑棋就脱先了回到上边形成了一个中国流。对，这个是黑棋讲究速度的这样的一个下法。那明显白棋断啊。你不走我就要断掉你。黑棋上面守了一个小飞守了一个角。对。黑棋的速度是挺快但怎么感觉好像是到处都有点欠账似的。对，现在这个黑棋守角是在上方自己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棋形，但是这个地方因为先挂了一手嘛就。欠了一手棋先挂一手再脱先似乎就显得欠了一手棋的这样的感觉夹击。那黑棋是选择了就地做活。对。
直接就选择腾挪做红、嗯、白棋搬，黑棋反搬，黑棋没有接上啊，接上啊，白棋没有接上，接上黑棋就虎了哈。对，局部定型是，如果说白棋接，黑棋就虎一个，就地做活了。嗯，这棋白棋接上，然后黑棋度过。对。然后黑棋还是贯彻自己就地做活的这个想法啊，选择二路虎。这个虎呢也有出头的下法，就是往上边长啊，往上边长接一个，嗯，但是被白棋可以先刺一下，一个嗯、啊，接上。对，这就是各有利弊吧。嗯、这个棋黑棋出头成功出头了，就跳一个是棋形，嗯，成功出头了，但是呢。这块整个这块棋啊、还眼形不太完整。对。那范廷钰呢，他觉得自己这个还是选择了就地做活稳健的下法。嗯。嗯，做活这种下法呢，当然也给白棋留下了这个在这里封住黑棋这个好点。嗯。小范可能也是一盘在握啊，稳重一些。对，下的比较稳健。嗯、对。嗯，这上方开拆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场。 嗯， 嗯，间接也是照顾自己这个边上这颗子，嗯，黑棋下的非常稳健。嗯，然后白棋是又抢了一手大大棋，是在这里。对对，嗯，这个非常大。如果说白棋现在在这里封住黑棋的话，那我想黑棋就顺势把这个棋长出来。嗯、啊，你如果说再长，我在这里再开拆。嗯嗯，这样呢，白棋这个封住黑棋，似乎发挥不出它这个上方后势的作用。对，意义不大啊、哦。嗯，所以实战呢，白棋是在这里边打。对，来实惠的。然后黑棋呢，也就。在上方不能让白棋封住了，就要出头了。对，现在再封住就不一样了。对，这个配合白棋太理想了。啊，浑然一体。对，这样出头呢，同时也是瞄着上方白棋打入的这样的弱点。嗯，这个形状上也很好啊。嗯，那实战白棋并没有老老实实的去补，而是又抢了一手大场。嗯，在这里拆。对，在上面拆。嗯、对。这样这个开拆呢，也是自己这边有配合，同时啊，这个缩小上方黑棋抢占这个点的这样的好点。对，嗯，如果黑棋一拆到这里啊，也属于两翼张开的好形状啊。对，这、就是双方都非常抢占的瞩目的大场。嗯，那黑棋来，对，嗯，打入啊，这是飞出来以后的这个后续手段。嗯。白棋盖住，对，黑棋挖，这个局部看来，这个白棋是不是不太好应？嗯，白棋这个时候他是没有马上的在这里边去定型。嗯，白棋这个时候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上边打，嗯、一种是从下边打。嗯嗯，下边打呢，就是我就地做活了。对，如果从上边打呢？虽然可以将黑棋封在里边，但是呢，整个这块白棋就处于不安定的这样的棋形。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啊，还是下的非常的巧妙，在角上他是先来适应手、嗯。先适应手，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打长，他把这个吃掉，人家把这个断开了以后，嗯，你再来，可能人家就跟你强吃了。他可能对是不是对，就要是硬杀了。嗯、那他现在实战他是。碰在这儿啊，试探黑棋的应手，根据黑棋的应法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嗯嗯，也属于一种高级战术。对。那小帆这个时候应的这步棋就，更多的导致自己不利的这个局面的这个应法是有问题的。嗯、现在黑棋其实啊，你。不去理上方的白棋，这个长出来也是非常大的啊，直接单长出来。对，直接长出来，脚上虽然白棋可以活，嗯，
啊，搬一个，先搬一个，对，然后黑棋长，白棋再在这里长，嗯，黑棋挡住，嗯，那这样呢，我想也比实战这个形成的结果黑棋要好，嗯，嗯，这个棋这个外面这个头很硬啊，对，实战呢，嗯。白棋黑棋这个尖呢、啊、有点欠妥，这个二路的尖，这个尖角上还是留着这个活棋哈，对，活棋的主要是角上呢白棋还有味道、嗯、而且呢白棋现在就可以做出这个选择，嗯，吃掉边上这颗子来确保自己活棋，黑棋又不能打劫，嗯，黑棋的劫财，黑棋劫财太多，对，嗯，只能立下，这样白棋是跳出来，对，跳出来，嗯，嗯，这步跳也是相当的稳健呢、啊，嗯，现在黑棋是不肯在角上补棋。再花一手，他当初还不如直接花一手吃呢。对。嗯、对，那这个棋，白棋就，嗯，把这个角还是很大呀，在上方这个出动啊、嗯，这也是当初这个靠和黑棋这个尖啊，白棋留下的这个后续手段。嗯。所以这个被白棋拖了之后啊，黑棋确实非常难办。嗯，实战先挺了一下，白棋刺，接上，搬，对，然后搬，黑棋跳，黑棋对跳补，跳这个，这个补上，嗯，白棋就粘上。然后这个棋回来再搬，嗯、啊、但是这个棋被黑棋被白棋一瓦粘之后呢，这个角上黑棋已经没有办法净吃白棋了，这个是让黑棋非常难过的地方、嗯、对，有点郁闷啊，嗯嗯，搬，这个刚才黑棋如果不搬脚上的虎，不搬虎在那儿啊、嗯，单立的话、嗯，那白棋就打吃。打吃。嗯，这样，脚步也是打结活，然后白棋虎一个，对，我就做结，嗯，嗯脚步应该是打结活的，嗯，那实战这样的，这个打结活风险还比较大的黑棋啊，嗯，如果。打劫败了被人提过来，这个棋可能还是有外边有被打吃的这个弱点，嗯，所以黑棋还不敢走得这么强硬啊、嗯、他选择是搬在这儿，搬在这儿呢也其实还是打劫长、啊、这棋还是打劫，嗯嗯，这个打劫在哪里呢杨老师，我看着我还以为是进活了呢，拐不活了吗，这个打劫呢、嗯、黑棋有两种打劫方法，一种呢、嗯、就是说黑棋是啊直接点啊、直接的靠在这儿，靠在这儿，然后白棋底下夹啊底下夹，嗯，黑棋打吃，白棋做劫、嗯、做劫，对，但是这个打劫对于黑棋来说他不敢轻易的打，嗯，因为黑棋提劫，嗯，白棋这个时候可以顺势在这里打一下，这个是本身劫、啊、那黑棋粘上，那接下来就是说黑棋白棋去找劫，或者黑棋怎么样来消劫，对于黑棋来说是一个难点，如果黑棋消劫它只能粘住消劫，我们看这个棋、嗯、它只能粘上，对，只能去粘住消劫，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白棋这一点这个味道，让黑棋
也很难吃住白棋吧。嗯，这样你去冲，我再反冲。对，这黑棋吃起来，非常难嚼这块棋。是。对，你如果粘上，那我一粘上，我又活了。对，我又活了。对，所以这样，这种方法打劫呢，对于黑棋来说，你吃也有味道。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黑棋可以夹在这儿，上方夹，然后白棋长，黑棋打吃，哦，黑棋断，对，然后白棋打吃，黑棋再抵打，这样也是打劫啊。那这个好像是更严厉一些似的，好像。但是这个打劫白棋也不敢打，黑棋也不敢打，为什么呢？这个时候，黑棋夹的时候，白棋可以在这里先打一下呢。对，你粘上，然后这两个还没有，然后白棋再往前长，你这样打的话，我将来这个棋就是说一定要一手棋就，决定这个黑棋要消劫。如果一旦被白棋找个劫提回来之后，我是这样去消劫，这样对于黑棋来说本身又是太大了，这个劫。对，如果这样让白棋这样去消劫的话，黑棋也是无法接受的。对，他不是提在里面啊。对，所以这个棋暂时对于白棋黑棋来讲呢是没有胆量去打这个劫。对，黑棋暂时没有在上方去吃白棋，他选择这个逼住。对，逼住，威胁这个白棋的眼位。白棋是先在脚里边，没有，白棋没有理他。白棋暂时是脱先了。暂时脱先了。白棋先到上面二路侵入。白棋抢的也非常的凶啊。对，这是这个等于是全盘上的这个大场啊，来在上方破坏黑棋的地盘。不拼没机会了，他觉得。那这块棋的这个死活白棋是暂时他没有什么担心，就是说你脚上长我可以出头，压出头。如果在这里边封住我呢，我可以先拐一下，还有这种拖的扩大眼形的这样的手段。所以局部来讲，黑棋要吃白棋暂时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白棋也是艺高人胆大啊，就来跟黑棋抢实控，确保自己在实控上的领先。黑棋逼住。对，黑棋倒，白棋再尖出来。这个尖其实也可以考虑在局部就做活，如果这样做活的话，黑棋封住，然后我就做活，这样应该说实控上来讲白棋是遥遥领先的。那白棋实战他选择了出头。他还是不愿意让黑棋外边封住，但其实这个地方有拐头了已经。这个地方已经有拐头了，黑棋在外边想有这个大的作为是很难实现的，在中府和黑棋白棋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厚的。对。实战呢它是尖出来了。这样我想也是黑棋他希望的，就希望你这块棋外边往外边跑，这样黑棋还有机会。对。白棋照。黑棋飞出来。对，棋形的要点。对，棋形要点。那白棋好像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个子冲吃了。黑棋反打，白棋提掉。踢掉。然后呢黑棋是拐打。对，拐打。这样
白棋是局部出头了，对，嗯，对，跳在这儿，啊，跳在这儿，对，这黑棋是没有办法冲断的，嗯，而且这个地方还长，有这个等于接是先手，对，那实战黑棋就把这个子拔掉了，对，一劳永逸啊，嗯，这个黑棋下的太厚实了，嗯，其实现在暂时这个子是跑不掉的，对，嗯，但是他走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啊，瞄着你将来这个棋，这个棋有点太厚重了。嗯，那其实黑棋这样厚的，而且这么感觉给人感觉特别，一个是厚重，还有一个比较缓慢的这样的行棋。是，其实也是在积蓄自己的力量啊，把这个自己，嗯，该走补进的地方补进。那他，依然还是惦记着上方这个打劫杀白棋。嗯，这有个炸弹。对，然后白棋呢也没有在这代行棋，白棋是抢的非常的厉害，对，啊，感觉这个白棋抢了一手，对，一直在抢啊，一直在抢。对，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有做活，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出头，所以这个本身就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啊，嗯，白棋走到了，感觉这个提呀，啊，一般棋手也不会选择下在这儿，可能要选择打入的更多一些。那范廷钰还是。等于是具有的一种少年老成的这样的气质啊，这个时候不急不慌，自己先把自己补厚，嗯，先为不可胜哈，再为敌之可胜，自己没有毛病，拳头缩回来肯定是，嗯，走得非常的厚重，对，有所图的啊，这边他先啊掉了一手，白棋就你掉在这儿，简单就是下面飞了一个。嗯，这也是非常厚的啊，就要我可能就这个角上觉得官子还挺大的，嗯，他是要威胁白棋的眼型，嗯，啊，不，据说也局部让白棋没有办法做活，白棋如果逃的话呢，他顺势可以攻击白棋，嗯，先拐一下，对，白棋拐，黑棋就拆二了，对，黑棋拆二，嗯，拆二，那这个时候白棋其实在这里飞攻一手是很大的。嗯，白棋实战在这儿兼补了一个。嗯，这个是让很多棋手，这个很难预料的这步棋，比较出人意料。嗯，也可能是之前我觉得范廷钰他的这种态度，这种非常厚重的态度，对于对击者来说的互相是有影响的，那可能影响到了这个朴廷桓，他这个时候兼补了一手。其实在这一代其实白棋已经很厚了，非常厚了，对，白棋这个兼，嗯，也看起来应该是在威胁着黑棋，嗯，在威胁着黑棋这颗子，但是离得又比较远一些啊，对，他想大吃黑棋，大吃，而且呢将来这个白棋出头之后这两颗子也没有完全安定，嗯，那最直接的攻击方法呢，我想飞攻在这儿是我们啊普通的这个着想，我也是正常这个的白棋的下法，嗯，对，那这棋应该是稍缓啊，他可能是不是被人家这么老这么厚实的盯着，老感觉呢厚重啊，也是只能这样说解释，它白棋下的也非常的厚重，其实上方呢白棋这个地方还是有点弱点，嗯，这个地方黑棋可以冲断，对啊，嗯，黑棋冲断白棋只好退，然后黑棋长出来白棋也只好做活，嗯，这个他也有他自己，对，有自己的考虑，这个，一种想法吧，嗯，也是过于厚重的一种下法。那这个时候黑棋靠，嗯，先治理。搬，黑棋虎。这个时候白棋非常有心情打在这儿。嗯，要打扁他的心情哈。对，嗯，但是。可能现在这个白棋是有很强的优势意识，他也不愿意去冒险，嗯，被黑棋这样冲下来，嗯，这样就只有强杀黑棋，嗯，
所以有一句话叫“赢棋不闹事儿”，所以白棋下的也老实实的就挡住 了。嗯，黑棋打一下，打吃，白棋粘上。嗯，白棋现在的感觉肯定是觉得局势不错。嗯，对，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啊，我就跟着你硬。黑棋上面搬啊，把白棋的眼消掉。嗯。黑棋也在寻找头绪，嗯，抓住这块白棋没有活，嗯，白棋肩部，肩在这儿，对，嗯，把这个冲断补了，没，要不也没有冲断吧？不然的话，这个黑棋肩一个，你粘上我一搬过来，嗯，这个白棋还是很危险的，对，这里太厚了，嗯，这个时候他就，嗯，连，但这个连呢并不完整，连的不完整，对。黑棋是顶在这儿了，顶在这儿，这我要压过来，嗯，这我可以挤断，嗯，那白棋他实战是选择了弃子，哦，他这不能要了吗？这个子，如果要，这个长，这将来还是有断，这个你长我就打，嗯，实战当中白棋是先长的，虎一个。不管走什么把这个扑了，我总觉得这个走到这儿不要了挺可惜的。白棋先长了，嗯，长了，然后黑棋挤，嗯，白棋下面先点了一下，嗯，先便宜一下，现在点了一个，对，嗯，这个要长出来，这个白棋黑棋白棋踢掉抓掉，嗯，这两手棋从目数上来讲白棋是占到了便宜，嗯，但是从棋的厚薄和劫材上来讲呢，嗯，黑棋又厚了啊，又厚了很多了，这样黑棋这几手这个非常厚实的下法呢，其实也是在酝酿着在上方来打劫杀白棋，嗯，对啊，我现在可能有点明白他为什么不敢要的，这个要的话可能是人家这个打劫这里劫材太多了，这可能就无条件将来都要被人吃的，嗯，那其实白棋弃子呢也是一，如果能把中间的黑棋吃掉的话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嗯，那实战他就把这个头长出来了，嗯，如果你现在去粘的话，嗯，这个棋让白棋难受，嗯，我现在要断你粘上我再一粘，这还有冲，嗯，然后中间这个棋跑出来，白棋有一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说现在白棋应该是有很强的优势意识了，嗯，他就选择弃子了，那确实如果能够把中间都吃掉的话，嗯，那即使上方死掉了，嗯，也是白棋控不差这样的局面，嗯，那黑棋就吃掉了，然后白棋封，嗯，白棋这个封呢，也有一点这个收兵的这样的感觉。其实他在走这个之前，嗯，还是应该机敏的先打一下。先打一下。对。啊，看黑棋怎么硬。对，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棋肯定是要硬的。对，这必须要接上啊，因为他憋着半天要攻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弃掉。对，但是这个打了之后呢，就跟后边的这个进程要差很多。这样白棋再攻过来。嗯嗯，黑棋如果像实战那样去选择，这样的这两个棋交换到的话，嗯，这个我们就看一下实战，嗯，啊，就假设它这里面有两个子，再像实战那样，实战它是现在这样的棋啊，它是加了一个，嗯，对，加了一个，我们看吧，啊，嗯，实战是这样的，白棋长，对。然后黑棋切断，啊，这里边刚才杨老师讲了，这里面有一个对，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两步兼换的话，白棋可以不打这个，可以不打，这个先不打。对，这两步如果交换到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交换了，啊，现在你去打的话，我就一气吃了。对，从后面，这如果说在这个跳之前，白棋能够交换到，那这个时候我可以从这儿打出来，即使我上边那四个弃掉的话。白棋在这一带也是有所得，我这个扳还是先手，嗯，所以黑棋其实如果是去吃那脚步的话，这个获利也是非常有限的，嗯，
那等于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去打这一下了。对，那现在再去打，然后那就打不到了。对，黑棋这个已经成为应该是黑棋看准了万劫不应这样的局面了。嗯，白棋提，黑棋找劫，黑棋黑棋比较好找劫。对，其实黑棋比较厚，白棋还是薄一些，主要下方这块棋白棋没有活干净。最直接的这个破眼方法就是尖，挡上再一尖，挡住，然后脚上一扳，这整个局部白棋是不活的。那实战拖，白棋扳，对，我接下来我要再退的话也是局部威胁着白棋，白棋是没有办法脱线的。那劫材太多了。对，这局部白棋的劫材太多了。我这个退一个，如果你不硬的话，我现在是不硬的就吃，应该是一般就黑棋白棋很难活。然后黑棋提劫。对，黑棋提，白棋也是看着这下边的劫材太多了，这个打劫肯定是打不过的。对，白棋就选择把这个子吃掉。这下边不然的话劫材借用太多了，对，白棋没有办法接胜。对，找不出胜角。这样就又形成这个大型的转换。这个转换那黑棋付出代价非常小啊，是吧，就是送掉了一颗子，把上面的一个角都吃掉了，这棋现在黑棋是不是，但是因为先前呢黑棋下的比较厚重吧，就是说在实控上黑棋还是这个找白棋差一些，所以现在轮到白棋下，白棋在如果能够把这块棋吃住的话，在实控上并不找黑棋差。是这样。白棋把这个子拉回来，官子非常的大。对，这个白棋是不愿意让黑棋这样先尖，然后扳粘，这个让黑棋收到的话，白棋太心疼了。黑棋是先手。对，先手这个差了，出入差的非常大。先手差十多目棋了。那相当于后手吃到十几个子了。那这棋，黑棋到这里。然后再靠住。对，黑棋这个下法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的下法，要把这个中府自己的棋全部救回来。那这要是都救出来的话，那白棋的实控是不是，对，那白棋的应该说黑棋跟白棋的这个差距就要拉近很多。那其实黑棋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选择这个收控，这样相对来说危险性就小一些。这样如果说他白棋去吃黑棋的话，那我粘在这儿，这个桎梏这一带棋锦就要好很多了。他大概应该稳健的，从这个进程来讲，白棋还是选择稳健的吃住黑棋。粘住，然后黑棋这个时候可以选择上方冲断。这个多了很多黑棋子以后把这个冲断。对，冲断主要是先手拉出来，然后黑棋在这里一虎，这样的因为黑棋全盘很厚，胜负呢还很难预测啊，要看官子了。实战他这个靠呢其实就是在逼着白棋要吃自己了。对，那白棋也没有选择，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说再让轻松的逃出去的话，那白棋那退让是不行的，在实控上就
这个很难讲了啊，胜负就是说，所以这个时候白棋选择了去强跟黑棋来在中间来一决，这个生死吧。对。那黑棋并一个。嗯，白棋这个吃棋的下法也是，这样，虚照着黑棋。最直接的我们可以看白棋是这样跳风，但是呢，这种吃棋似乎，小范已经应该说有所这个计算啊，这个看起来黑棋比较危险，但要吃起来还是挺不容易的。挡住，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跳出来。跳出来，白棋如果冲断的话，这个时候又断先手，先手断，对，然后黑棋这里有个冲，这个冲你挡上，白棋是没有办法去吃，吃了我吃，你提了我把这个连回来了，然后你如果去接的话呢，这个白棋来，变化有点多，但是这个我想双方都要计算到，断哦，这个时候他可以不先不断，他可以先冲，考验这个，考验白棋。那如果白棋挡住呢？挡住他再冲。要这。对，冲我吃在这儿，我可以吃。你要如果粘上的话，这棋如果粘上。他是不是可以顶在这儿？哦，他可以粘在这儿。或者是顶在这儿吧。这里还有挖。这个长是先手，这里还有。这个不容易吃到，因为这个等于是先手。对，先手。嗯。断点太多了，白棋。对于双方来说，这个地方都肯定要计算到的。这实战呢，他就选择了虚加，也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一步棋。因为我们看这前方都是白棋白子，等于白棋的兵力呢，在中央肯定是占优势的。对，黑棋看起来就非常危险，非常危险啊！黑棋白棋碰。黑棋碰也想借机来腾挪。对，但这个他走之前先跟白棋交换了一下。白棋依然选择这个虚加。没有直接的去冲断，那样就会给黑棋借力。然后黑棋碰。碰在这儿。这样。白棋搬。黑棋也搬啊，这中间做活的时候都是挨着对手，借着对手的力量走。双方就是在中央来比拼谁的计算力，也就是战斗力更强。对，这棋要是被黑棋没有什么损失的活掉，白棋怕是不够。同样的，这个白棋如果把黑棋都吃掉的话，那黑棋也就认输了，应该是。再打，长，然后这个棋，黑棋就做眼啊，求活。先摆一个眼出来。对。白棋尖这个。是白棋看着也是吃起来费事，对，因为黑棋这里边有撞作眼，然后这个扳，白棋这个尖还是想借助于攻击下边的黑棋的同时呢，希望黑棋在希望自己在这一带增加子力，对，有先手，外围要是厚了的话就可以吃了。
黑棋走在外面，白棋冲，冲了以后黑棋就补这个。那这个棋还是白棋冲过来，还是挺有收获。那这个在这儿。那它的虚加的时候是加在这个位置上了。对。那它这个尖就，很明显要在下边吃。对啊，威胁下边黑棋。对。暂时它也可能这一带强杀黑棋没有把握，先看看威胁下边再说，然后它跳一个。对。这个下边如果都被白棋吃掉的话，黑棋也是时空不足。对，这里还要间断。这样这个还是先手。然后到这儿来打吃黑棋。黑棋如果接上就不行了。对对，这个打吃它其实这个地方黑棋有手段。对，黑棋反打。对。白棋提掉。对。但黑棋把这两个吃掉。对，黑棋吃这两个。然后白棋恰打。这个地方双方都在比拼计算力。然后白棋扑。对，再扑。就赤裸裸的要吃。这个时候黑棋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危险呢。非常危险。黑棋拐，白棋粘上。那这个时候黑棋倒是可以这样通过打劫出头。打劫出头。实际上黑棋把这个子接上。对，接上是接下来是要，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打劫出头，这它可以提在这儿。那接上之后就有这个打劫出头了。然后这边呢我还有联络。对，是站白棋先手先交换一个。粘上。黑棋补上。对，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在这里强行杀黑棋。那黑棋这个地方可以跳一个。跳一个。对，这边我要冲出来。这边呢我可以。虎端，对，它可以挡在这儿，它只能挡在这儿，要不然就对我就拐回来了。对，那这个时候黑棋可以冲出来。这样白棋还是没有一定的把握，因为这个地方我提掉等于先手，这个地方两个断点。如果这样冲出来的话，对，白棋也有风险。对，白棋不一定能吃住黑棋。这个地方明显的就有点毛病，所以白棋也就先把自己补上了。白棋没白棋这么补的。白棋是补的比较厚实。把中间补上。这是黑棋打吃。对，黑棋只有这一条路来寻求做活了。对，白棋蒙住。对。踢掉。踢掉。黑棋早劫。虎了一个。这个棋是黑棋打白棋打黑棋提，该白棋早劫。对，白棋是打吃，这个是个劫。对。然后提劫。对，然后提棋虎自身劫比较多。对，本身劫。挡上。黑棋再提过来。对，提回来。白棋冲。对，冲也是劫。黑棋挡住。对。然后再提回来。黑棋断。对，断找劫财。嗯。这个时候白棋没有硬，直接把劫抓掉了。对，白棋这个时候应该也是进行了一下形势判断吧。觉得这个抓起来也挺大的，即使在收控上白棋也是可以跟黑棋来争胜负。那黑棋又
把这三子。黑棋这个封这步棋，其实更严谨一点的话，还是应该先刺一个。先刺一个。对。跟白棋接交换。对，跟白棋接交换，它的区别就是说，我在吃过来的情况下呢，这个地方白棋没有办法一步棋就把这个空封住，这样目数差很多。在官子细棋的局面下，这样这两手棋交换，从目数上就相差太多了。如果没有这个交换，那现在白棋有直接封住黑棋的这样的可能。那实战白棋现在是打一下，对，先看黑棋的应手。对，那黑棋这个时候应该是意识到这个棋，他就先在这里刺了，对，补救了一下。那白棋实战呢，他就老老实实的接上了。其实这个时候白棋还是有胜机的，白棋这个时候可以提掉，可以提掉，对，可以提掉。你再冲我的话，我这棋打吃，打吃，接上，先把黑棋断掉。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可以挤在这儿。挤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呢？这地方要断。断啊、哦。嗯。那不行，这个连回了是吧？对，这个地方要断，那黑棋只好接。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可以冲在这儿。这时候黑棋已经没有办法断了吧？断它是不是？冲夫。接上。那他可以这个可能先不要交换。这个棋，单挤，单挤。对，他还是有连回的。这里边扑是吧？对，有个扑。对，这不交换先扑，撞紧。先扑了以后，这个黑棋的气就变紧了。对。黑棋白棋是可以连回的，对，这个地方就是说白棋这一带双方这个可能也是时间上比较紧迫，对，而且这个需要很精确的算路，对，所以实战呢白棋应该是就粘上了，但是这个粘之后呢，粘黑棋也粘上了，粘上，白棋刺，这个黑棋不能接了，接被白棋长出来，这样冲顶，就下边如果白棋都成空的话，冲它就挡上就行了，这个棋不敢接，对，被人长进来，这个棋，就下边如果都成空的话，黑棋还是不够的，对，白棋断。就是说这个点呢，不有白棋不应该接，应该先刺一下。这个应该先刺，对，先刺是白棋的最后的胜机。那实战它是等于接，先接了一下，然后再刺的话，等于这个地方差了一手棋。对，这棋。当初要是走到的话，这个棋你要是不要，它这个不用接了。对，但是你如果要的话呢，这个地方一长，就下边又不够了。那这个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官子的局面。那黑棋最后呢是应该是五点获胜。五点获胜。那范廷毅呢就拿下了这个第四局，以3-1呢战胜了朴廷桓，在获得$400,000奖金的同时呢还晋升为9段。好，这盘棋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